十个女儿的，大的12岁，小的14岁半。我叫他们做作业了，也没看到。后面我就走到河边，他们跑到河里抓鱼去了。以后进我的班，他起床太黑也不行了，也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嘛。你的那个读书啊什么的，都要提一个习惯啦、啊。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叫他们砌个砖啊什么的，做父母的肯定是心疼的了。我对他们要求也不是蛮严格的，只要他们尽了心就可以了。